Yes!
昔日虽有满腔热血，却力有不足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同云长与翼德在桃园立誓后，如今终得立足于乱世之中。
官渡的天空很是奇怪，莫非是袁绍搞的鬼？眼下唯有阁下一人能够阻止袁绍之暴行。此处便交给我等，请阁下速回曹司空营中，必须竭尽全力粉碎袁绍的野心。钟谋，我等的目标很明确了，潜入官渡取下那妖道的首级。哦，这便是你得出的答案吗？继承孙家血脉之人，只要有一人便足矣，不从者格杀勿论。兄长，兄长，乖乖和老夫合作，还是要不负兄的厚臣。来吧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，孙权？阁下果真是守信之人。众将听令，击败袁绍，在此一举。
如有何不明之处？一定要珍惜性命啊！
事果然应该松弛有度啊。正所谓英雄惜英雄，曹某平定天下之际，阁下又将成就何等功业？蕴藏未知力量之龙，因无法，所以才埋头不吃。因无法，所以不吃。you
阵之仇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但请你刻不容缓。闲话之后再说。事主固然势在暴殄，请主我等一臂之力。相连的船只应该能作为渡河的立脚点。周边一带的士兵均是乘船移动，只会骑马可打不了仗。俗话说南船北马，襄阳本为坚城，又可临江而守，真可谓天险。
已拿下此地，继续展开攻势。
起后撤为妙。
即便从汉水对岸，也能望见他。但愿有朝一日，能坐拥如此奸臣啊！待我们救出父亲，驱离妖魔之后，便以孙家的力量夺取此地，作为我们在荆州的居城吧。哦，真是好主意！那就速速将敌人解决掉。要坚持战斗。Thank you.
同志，这齐阳城，两路压过你。齐子安吧，齐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难道我应走的道路与父亲以及兄长并不相同吗？阁下，还是稍作休息为好。
起攻势。
附近似乎藏有物品。是件珍贵之物，在必要之时使用吧。如此一来，敌人的气势必将受挫。